剪刀布吧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我问宋飞月老师了，哎，你怎么又赢了？对。假设今天突然你要离开这个小屋，你必须带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一起走掉。嗯，你分别会带哪个男的，哪个女的？不能带走你最好的朋友。我最好的朋友来了，坐，我不带走你。坐哪儿？坐这儿。首先我要终止你的这个，我要把你带走。哦。然后再其次要把老陈带走。老陈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也说不上为什么，就我想。好，想把我。哎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就是直觉，就是直觉。对。那你谈过姐姐吗？都是，两个都比我大。我不怎么看年龄，然后在恋爱中我就是照顾别人那一方，就可能我是更成熟那一方。对对对，他们都比我大了三四岁。哦，挺好挺好挺好。但是你不是说你喜欢可爱的吗？对，就是反差的那种，不是，就是其实，但其实是跟性格有关。对对对对，我懂，跟性格有关。明白。就是，那你这不是说的我吗？我逗你玩的。在场的选一个谈恋爱，选一个结婚，选一个邂逅，只能选一个人，你能选谁啊？你该怎么回啊？我上个厕所，肚子有点疼。你别太紧张了，你的腿抖的，这个桌子都在震动，一直在晃。你没有。战术喝水，战术喝水。没有。这样你说不出来，我帮你就是引导一下你好不好？就是你只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，好吗？那我直接就说他好了。Hello. 等了很久吗？还好。Hello， 是我们两个吗？那你想要几个？就一个就好。刚你有想过谁来吗？有啊。谁？你猜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猜。你觉得我会觉得是谁？四个男的一起来。那挺好。得是你，得是你。你为什么会第一次的时候，第一次那啥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心动呢？因为我很相信第一的演员，就是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说，哇哦，这个女生真的很吸引我。你真的假的？我感觉我俩第一次的时候都没怎么。因为我越是对一个人感兴趣，我越说回避他的眼神，因为我觉得我看上去可能是一个比较无所谓的人，比较直接的人，喜欢打直球的人，但是我会。稍微会有一点害羞，然后第二天聊天之后，我觉得，哦，你确实是个很有趣的人，然后也真的蛮有意思，就留下一个字心动。好。好。大号，问吧。你对新来的那一位男生图图是什么感觉啊？就感觉他就是个，年纪小很有上进心的人，但是就感觉就只适合就是像朋友那样相处。对。OK。就是在座的男生，就除了他最好的朋友之外，选一个谈恋爱，选一个结婚，选一个邂逅，他选谁？是吧？笑什么？没事。谈恋爱选图图，邂逅选 Jazz， 结婚选会做饭的孙飞月。我懂了。挺好的。就帮一起结婚吧，结婚应该还是比较靠谱吧。现在这一桌男生就是没有任何思考时间，5秒钟选一个今天出去约会的人。5、4、3、2。好。这两天我能感受到露露的故意疏远和不开心。所以我没敢去想露露是否会选我。老王头的微笑已经止不住了，嘴角上扬了，止不住了已经。同时我稍稍地感受到了罗伊提问的用心。可以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哎呦 ，Hello， 早啊。Hello， 你今天几点？8点多。你准备做啥呀？做个面吧。天太冷了，没事没事，
现在饿吗？饿，想吃吗？有点饿，那就先做了，不管他们了。一会儿等他们快好了再做一次呗。这锅好小啊！这个怕是做不了十人份的。对呀、啊。那再来一个锅一起煮呗，两个锅。可以，可以做别的了，阳春面呀、啊、什么的。哦，我知道，打个鸡蛋放进去，然后焖一下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它的汤就会变得稍微白一点。慢点，慢点。把火关小。你之前做过饭吗？肯定啊。怎么样？那我做饭我都得像这样子，用这样子，用铲子。肯定啊。Hello。还有。你要吃什么？你想吃啥？可以啊。阳春面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又开始了。姐姐，早上想吃什么？我什么啥也没吃呢。想吃什么？都可以。吃清汤面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兔兔，兔兔，我那个面可以多下一点。多下点 ，OK。对，我们两个人吃，谢谢。换了厨师长了，咱们这个组。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强的厨师长。新来的厨师长。你煮了个可乐姜汤，吃盘子，谢谢。没事，你喝不惯你就，喝得惯，喝得惯，喝得惯。不是你会的，什么意思？吃面，吃面，吃面。煎了个蛋，谢谢谢谢，哇，谢谢！又要回到当时学美术的时候那种对脏兮兮的感觉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特别，哇，水桶，这里面有水吗？好像没有水。我去打个水，我去正好把笔洗一下。你坐好，谢谢。没事儿，找得好。有没有不用的报纸或者还有洗笔的松节油？都需要，两个人都需要的，其实还有水桶还有多的吗？有，这个你盖一下。我穿还是不穿？穿一下吧，穿一下吧，毕竟出去也要美美的出去啊。对，美美的走。头发，对，好。它这个怎么才能让它这个是这么弄的。对对对，从边上拉，我帮你系一下。这样会太紧吗？还好，不紧。OK。对，真贴心。好，希望继续这么夸好吗？再接再厉，我是那个激励型的。爽。给你弄。好。OK。我帮你来吧，你转过去。好啦。开画，开画。你好吗？我请科科在和谁约会的？科科。想他啦？没有，只是好奇，因为他帮我选了你，这么干了这么大一件大好事。那你回去谢谢他不？对啊，都谢啊。然后就会突然就好奇了，哎，那他是跟谁约会呢？他可能不知道哎。煎蛋，那你要亲自给我做吗？可以啊，来吧，我帮你。他来做啊？可以。你就吃煎蛋是吗？他觉得熟一点点的。OK OK。哎，人家是会做的，你看人家是油倒的。别。我们俩欣赏一下。别，但这个锅容易。欣赏且学习。我们已经把你捧到这儿了，我跟你讲，图图以后就是煎了。我已经不敢了。OK。啊，对，挺好。早，煮面啊！今天早上都是吃面吗？对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鸡蛋。什么眼神啊？没有说今儿
今儿挺好看啊。就说我昨天不好看呗。昨天好看，昨天就有张臭脸。我错了。哎，我真服了。这是啥呀？姜汤。哦。你要不要喝？喝锅里有啊。你煮了杯可乐姜汤，嗯，吃盘子。谢谢。你觉得露露玩开心，还跟我开心？和你玩会感觉更松弛一些，我觉得我松弛很多。啊、哦。真的。开心是基本的，我跟你玩是非常开心的，但是是建立在感觉真的很松弛，就跟你在一起很自在，很放松。让我感觉好感有增加的瞬间是在画画的过程当中，然后有意的无意的去说一些话，确定一下对方对自己的好感程度。然后我觉得这种不断的试探会是一种进步吧。